Spread like a virus through other art forms and technology. We are contagious. We yearn to be free, freely ourselves without. 大家好，我是赵涵莹营养师。我们人啊，过了25岁之后，整个基础代谢率都下降，所以建议要从啊饮食啊运动整个全方位来做起，由内而外让我们美丽。建议大家要多注重排便的部分，天天要吃一些蔬果啦，抗老化、抗自由基，多运动、多喝水，才能长保健康跟美丽。